一般经典里面讲到三业都是身口意，顺序是这么来的。无量寿经上不是的，无量寿经第一个是口意，第二是身业，第三是意业。你想一想，佛为什么这样说法？用意何在？啊，娑婆世界众生，特别是现在，最容易犯的口业。啊，口造什么业呢？喜欢批评人。不知道自己是在造口业啊，口业是妄语、念舌、绮语、恶口啊。批评人有的时候这四种都犯了，他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善护三业，头一个是口业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。啊，别人小小的过失，就恶意的批判，太过分了啊！没有过失，在胡造谣言，那点罪就更重。有过失，批判的恰到其分，恰如其分，已经有过失了。为什么？你不厚道啊！忠厚的人呢，看到人有过失不说。归过劝善，这是有礼节的。啊，你看到这个人。劝导他，他能改过，能回头，你就劝他。什么时候劝他呢？没有第三者在面前，这个时候劝他。有第三者，他要面子啊，他难为情呐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守住啊，隐恶扬善。别人有好的，我们可以赞叹。别人有过失不说，啊，劝他要背后，不，这个背着人不能当着大众面，啊，他会感恩的，感谢你，你给他留面子。啊，而且去这个归过，一次再一次。不能到第三次啊！第二次再劝不听，以后就永远不要说了啊！再说什么？再说就变成仇人了，他对你起怨恨了啊！那你何必呢？古人说得好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这一生当中。不跟人结怨，啊，无论他犯什么过失，啊，这都很正常的事情，啊，譬如我在讲经教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听到有很多同学，有见过面，也有没有见面的，听到他一些善行。我赞叹，我这一赞叹呢，听众都听到了，都知道了。啊，以后发现这个人有过失，不像我所赞叹的，啊，你们想想，我是赞叹错了吗？我赞叹是他那一桩善事。人有善有恶，
我们赞善，赞叹他的善，不提他的恶。你要懂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要学如来的身口意业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记住，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。啊，决定学者不批评人。啊，不能以严厉的态度语气待人。要学如何制止，啊，真诚心，我们的言语态度要如何？要谦虚，要恭敬。啊，对于一切人事物，你这样去学，你就对了。啊，你真的学到了。啊，普贤菩萨要求的就更高。净宗学人都是修普贤行的，啊，不能把自己的水平向上提升，你怎么会成就？啊，你看，世尊，深夜的烦恼心腹解脱了。口业的烦恼媳妇也解脱了，啊，别人对我批评，我完全接受，我恭恭敬敬地听，不用辩驳，说对了感谢他，我改过，说不对不回话，啊，默认了就没事，你要回话就起争论，啊，一直听。我相信讲两个钟点，他就没有力气了，他就不讲了。这样好啊，啊，让他讲，我们在那安安静静，心里头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恭恭敬敬对待他，啊，等到他发足了，他发完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，何必要争论呢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没有争论的必要啊！啊，这样一次一次把自己境界就提升了，啊，自己的德行也成就了。啊，总要学谦虚，总要学厚道。